代表什么意思呢？80是一个长度，它能够波线长度是80长，然后15就是一个现金，最大的现金是15，所以15以下或者80长度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买头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机器同时可以摸9层，然后这个我们是样品线啊，然后现在开始试，它有启动有两个启动，一个是按键启动，还有一个脚踏启动。比方说这里对好这个线，一按启动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效果。拿进摄像头。然后，来继续啊，多播几个。这个用脚踏杆干。从三过了，然后一个效果。这个是同时剥3层皮的。